这是一个酷爱打棒球的男人，为了实现随时打球的梦想，他居然将整个城镇都改造成了球场。话说这天，小杜一行人刚打卡蹦极症后，便向着下一个城市一路狂奔。路上大胸妹因为见到小杜的悬赏增加，便决定加入他们一起旅行。小杜一行人刚跑到了棒球镇，就碰到了一个长鼻男人在打棒球。只见男人挤球之下，小镇的房屋立马坍塌，吓得小杜等人以为这是小镇的传统习俗。这时，小杜看到了一位即将被房屋压倒的老人，救下了老人之后，小杜这才知道是长鼻男把小镇改造成了棒球场。他以前是个很棒的棒球选手，人送外号三冠王，可后来因为一场比赛的失败导致他加入了魔界，并且每天以破坏房屋为乐趣，想阻止他的人都被夺去了善心，变成了他的啦啦队。小美听后直接上前质问，却被三冠王直接扔了出去，打到了正在寻找小杜的怪人。小杜见状直接上去与三冠王理论，让他把城市恢复成原来的样子，而三冠王认出了小杜就是被悬赏的通缉犯，于是三冠王决定打败小杜获得悬赏。双方为了自己的目的决定来一场棒球比赛，输的一方必须满足对方的任何条件。为了感谢小杜等人的帮助，老人把祖传已久的神龙手套给了小杜，并且引导居民做出了两个超大的手套，准备拿来让魔神装上做守门员。大郎见状立刻打电话给战神号。もしもし、千金丸、シーバちゃん、お父さんごめんね。明日来てくれる？待ってる。第二天比赛开始，只见小杜用神龙手套很轻松地举起大铁球扔了出去，而三冠王也是毫不费力地将球击回。眼看铁球就要砸倒老人的房屋，幸好战神号用一个闪现守住了铁球。双方攻防互换，面对三冠王的连环发球，小杜是一个也没有接到。好在守门有大胸妹和大狼的魔神配合，双方一时间打起了拉锯战。三冠王见状，在最后一局将黑球替换成红球，只见被击飞的红球在空中变成了两半，落在了小杜这方的两大魔神身上。小杜失去了防守优势，三冠王很快就连续得分。而这时正在闲逛的魔界公子哥多多出现了，他决定加入比赛，可多多高估了自己的实力，面对小杜的发球，多多直接挥棒落空，小杜抓住机会一下连中几个球。比赛继续，面对三冠王会消失的魔球，小杜面临了绝命危机。小杜一下打出了个全雷打，获得了比赛的胜利。而输了比赛的三冠王气急败坏，直接召唤出了魔神，还要把整个城镇都破坏掉。小杜见状，立马召唤出龙神号。龙神号帅气出场，一脚就将三冠王踹飞老远，而三冠王直接就是一个铁球回击。面对消失的铁球，龙神号一脸懵逼的被击飞，紧接着三冠王就是一套连招，彻底压制住了龙神号。就在三冠王准备了结龙神号时，一个怪人出现，说要保护小杜。可面对三冠王会消失的铁球，小杜依旧处于挨打的局面。关键时刻，小杜回想起之前的比赛，瞬间找到了球消失的原因。只见龙神号奋力一跃，拔出大宝剑就是一挥，成功将铁球击中了三冠王。趁此机会，多多看到三冠王被打败，立马操控魔神跑路。随着被收集的善心回归，小镇也恢复了原本的面貌。三冠王也下定决心，以后要好好打球。此时，刚才的怪人也来到了众人面前。私、聖樹と申します。渡さんを助けるように言われてまいりました。最后，在居民的欢送下，小杜一行人继续前进。